数位电视是否可收视，请先确认数位机上盒有无开机。机上盒面板上应有红与绿两个灯源，若绿灯没有亮，表示数位机上盒未开机。首先请重新插拔电源，然后按下遥控器上蓝色数位键，面板则出现 BOOT 英文字样，后会再出现 LOAD 英文字样，数秒后绿灯亮起，即表示电视即可收视。